投掷一枚公正的骰子，四球分别所得的点数为一偶数点，二点数大于四的几率。偶数点的话，偶数点有二、四、六，也就是六分之三，所以二分之一的几率。第二个点数大于四点，点数大于四点的话，也就是五跟六，也就是六分之二，三分之一。